各位標迷你哋好啊，又係我 number 七 watch 豬仔。咁好啦，嗱鏡頭前面呢只咧就係豬仔今日第一隻嘅推介啊。咁咧就係一隻 Orange Star。咁啊嗱，朝頭早星期一啊，早上嘅11点啊，咁啊應該有標迷會睇豬仔嘅片咧，因為翻緊工啦嘛。好啦，咁啊鏡頭前面呢一隻咧就係、是、呢、這個 Orange Star 嘅 Semi Skeleton 啊。咁嘅 Semi Skeleton 咧就係、是、一個透空嘅機芯啦。Orange Star 的招牌、啊、就是0-50的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有个、啊、动力储能显示、啊、跟着6点位置呢你看到有一个 Orange Star 的 logo 在这里写着 Automatic 是啦全自动的机械机芯、啊、现在呢大部分99%的 Orange Star 呢都是、Japan 的 Made in Japan、啊、你看到6点旁边隔离写着 Japan 的咁啊，後面標底就會寫住 Made in Japan 嘅，跟住隔離咧，如果好眼啲嘅標迷咧，就會睇到 F6R 嘅機芯啊，用咗 F6R 42嘅機芯。咁呢個機芯咧，動力儲能50小時，時間標出誤差值咧就正25-15嘅，係啦，正25-15嘅。咁好啦，這個 Orange Star 呢就是用了這個藍寶石的玻璃表面而這塊藍寶石的玻璃表面呢還用了這個 AR 塗層的是的做了 AR 塗層的那呢這個 AR 塗層的藍寶石玻璃表面很清很清、啊、某些角度看呢這個角度看好像沒有裝玻璃的簡直是、啊、非常之清澈的那我就不用之這個藍寶石筆去篤它因為基本上都9-10度的了、這個係啦，因為之前都篤過啦，我嘅片裏面都篤過俾大家睇嘅呢只款。好啦，咁啊嗱，你見到咧，佢羅馬數目字咧12和6都用咗羅馬數目字，其他就用咗黑道嘅。12點位置嘅羅馬數目字咧就係、是、做咗呢個玫瑰金色嘅。咁啊嗱，而之時分針咧就做咗銀色加夜光嘅，而之秒針咧都係做咗金色，呼應翻個 Orange Star 嘅 logo 同嘅12點羅馬數目字嗰個字嘅。而6點位置嘅羅馬數目字咧就係、是、做咗銀色嘅光身嘅。咁咧黑道咧都係做咗呢個拉絲嘅不鏽鋼啊，做咗字釘嘅，係啦，我試下 focus 近啲先，係啦，大家可以睇下佢細緻嘅做工，連支針咧夜光旁邊兩邊咧都做咗光身嘅，跟住個末端尖尖釘位都做咗拉絲嘅，嗱呢啲咧就係佢嘅細節做工度嘅性價比值啊，羅馬數目字咧都做咗特字嘅字釘光身嘅，非常之靚仔嘅做工啊！好啦，放翻遠少少先，拉翻遠少少鏡頭。好，咁啦，呢只錶咧就做咗呢個防水嘅100米，係啦，咁啊做咗呢個拉推罐，冇做到螺旋式鎖錶罐嘅。豬仔最想講嘅咧就係咧，嗱，其實咧機械錶咧，動力儲能顯示呢個功能咧，其實相當之好嘅。咁因為你可以睇得到佢仲有幾多嘅動能啦，你可以上鏈啦或者搖佢啦。好啦，咁其實咧。東方咧好犀利噶嚇，而家係零嘅 power 啦，我哋試下向上轉到8、9、10、11、12、13、14、15、16、17、18，其實17-18下到咧就已經上到去25嘅 power 噶啦，25小時嘅動力儲能噶，咁其實轉一下咧。係轉一手啦，我哋叫轉一下咧，係多於1小時嘅動力儲能嘅，咁所以咧非常之敏感度高嘅，即係大家可以體現到東方嗰、那個這個機芯嘅質量嘅嘛嚇，同埋咧手上發條嘅時候咧，發現嗰個條鏈咧好順嘅，好順好 smooth 嘅，係啦，咁我剔起個錶冠之後咧 ，F6 嘅機芯係有停秒功能嘅，錶冠位置擺咗喺3點位啦嚇，一個拉推罐向下轉動。順時針方向校時間啦，校嘅時候咧好緊緻嘅，同埋咧錶冠完全冇虛位嘅，咁啊呢個係裝工嘅師傅嘅厲害啦。跟住撳翻入去之後咧，就係咧個秒針就會行翻嘅啦。咁啊一個拉推罐，錶冠位置擺咗喺3點位置，咁上面一個 Orange Star 嘅 logo 嘅。好啦，睇埋嗰個錶殼先啊。嗱，原呢個礦物，原呢、這個藍寶石玻璃錶面嘅錶圈咧，就係、是、做咗不鏽鋼光身嘅錶圈，而錶殼位置咧，大家一齊欣賞一下，錶腳咧做咗拉絲，間咗條 curve 拋光，延伸到側邊部分做咗拉絲。嗱，呢啲打磨做工咧，十足一隻貴價嘅手錶一樣嘅嚇，所以東方咧成日都被譽為呢個性價比值好高嘅牌子啊嚇。咁啊嗱，你睇下呢個
拉絲加拋光加拉絲，即係做到咁靚嘅細節度咧，甚至乎個 open heart 位置擺咗喺九點位置啦 ，semi skeleton 嘅 open heart， 咁咧佢都係有一條金屬邊線拉絲兩旁做咗拋光嘅，咁咧個細節度做得好精緻，咁一隻咁貼地嘅價錢、咁親民價錢嘅手錶都有咁嘅質素咧，就真係東方先做得到。好啦，咁啊錶帶方面啊，睇一睇啦，一條實心鋼嘅錶帶，好扎實嘅一條錶帶。咁咧就係個面做咗拉絲，中間有兩行拋光鋼身嘅嚇。咁呢度咧亦都係做咗依、這個旁邊做咗鋼身嘅一個厚身嘅錶帶，係啦。咁好啦，睇埋個錶扣先啦。錶扣咧就做咗嗱，依度咧朱仔覺得其實可以進步一啲嘅，例如咧佢做個double lock 嘅保險錶扣啦，甚至乎咧佢依個 orange star 嘅 logo 咧，如果做食黑咧就會更加之錦上添花。佢就做咗 laser 嘅嚇，咁啊拉絲花紋，咁打開之後咧做咗口橋嘅，咁個口橋都好紮實㗎，係啦，都做咗拉絲嘅打磨。好啦，睇埋個錶底先。錶底咧就係一個螺旋式嵌入嘅底蓋啊。最重要，我哋揾嗰三隻字先 ，Made in Japan 係啦，日本製造啊。F6R42 嘅機芯係啦 ，Water Resist 10.8嘅防水。咁啊，呢個係藍寶石嘅底蓋，藍寶石嘅玻璃錶面啦嚇 ，Sapphire Crystal 嘅。Epson 就係自家嘅東方機芯啦。咁你見到咧嗰個機芯都做咗透視嘅嗰個底蓋，咁上面甲板咧就睇到一啲魚鱗紋嘅打磨啦，而個舵咧就有個輕微嘅日內亞紋打磨嘅嚇。咁啊 ，Orange Star Japan 啦，係啦，咁好啦，成隻錶咧都幾有手感嘅，真係好有質感嘅。如果買個東方星嘅錶迷咧，就一定知道主仔講緊乜嘅啦。咁所以咧，東方星咧個性價比值真係好高嘅，佢採全隻錶都採用咗310 L 嘅實心不鏽鋼嘅。好啦，咁呢隻錶咧就係一個墨綠色嘅錶面啊嚇，即系咧嗱，我自己覺得咧綠色咧都好多種嘅，這個墨綠色咧就比較斯文一啲嘅，係啦，襯咗少少玫瑰金色嘅點綴。好啦，這隻錶咧個 size 咧就39.3mm 嘅錶徑，而個厚度咧就12.2mm。咁試下度俾大家睇下咩，睇下啱唔啱先，佢嗰、那個好啦。39.幾，睇下係咪先嗱，係啦，真係度出嚟都係39.4啫。咁啊個 size 好 fit 嘅，咁啊12.3mm 嘅直徑，個厚度，咁個粒咧就度埋俾大家，都係44.7嘅啫。咁成隻錶唔大隻嘅，試下穿上去俾大家睇先。啊，睇埋夜光先，個夜光咧就時分針加埋黑度後面嘅點點咧都係有夜光啊。個夜光都唔差喎嚇，都好清晰睇到。雖然佢係一隻斯文嘅手錶呀。好啦。戴上俾大家睇先，一隻 semi skeleton 嘅 orange star， 非常之靚仔啊！佢嘅做工，好啊，質感都好強啊！成隻錶，我試下搣開咗啲膠紙俾大家再睇真啲。嗱，見到啲拉絲打磨嘅做工咧，做得好好啊！錶腳位置都做得好好嘅，藍寶石嘅玻璃錶面好清澈嘅。防反射塗層，跟住 F6 嘅機芯，再加上咗日本製造同埋動力儲能50小時，咁啊呢隻錶咧性價比值相當之高啊！咁豬仔推介啦，坊間應該賣緊嗱，佢因為佢個依個係日本版嚟嘅，咁所以用日文嘅大概就72,600 yen， 而家應該係3,000 日元啦。咁出面咧有啲折咗，可能3,000中啊，3,000頭都有嘅。咁豬仔推介3,000元有找啊，2980。咁豬仔同樣啦，都係得一隻現貨。咁聽日再有多一隻翻，總共兩隻嚇、啊，總共兩隻。咁如果有興趣嘅標迷，就可以喺標題嗰度有豬仔 WhatsApp 電話，我 WhatsApp 俾豬仔又得，打俾豬仔又得啦。中意只標嘅真係唔好猶豫。第一，佢真係一隻好嘅手錶，性價比值好高嘅手錶。第二咧就係咧東方星咧真係咧豬仔嘅價錢係好正好正好貼地嘅。所以呢，如果鍾意嘅就盡快搵豬仔好冇。咁希望你鍾意豬仔第一隻嘅東方星嘅今日第一隻嘅東方星嘅推介。咁好啦，咁如果鍾意條片嘅記得點做啊，俾個 like 贊豬仔先，豬仔需要你哋嘅支持嘅。如果未訂我 channel 嘅話呢，記得撳埋鐘仔訂完好冇。好啦，最後俾個近鏡大家睇下。好啦，我哋下集見啦。一隻 Orange Star 嘅 Semi Skeleton， 希望你鍾意豬仔嘅推介。好，拜拜。